那么后啦，很有意思。结果正田上来之后呢，先是 K 掉了第四棒的张泰山。嗯，用一个 high fastball， 哦，泰山喜欢的位置。看啊，用一个高球来吊。所以，这球挥棒落空，哇！真田过去三振率并不是特别的高哦，结果这一局一上来啊，对付对方的中心打者连两 K。嗯，球的位置啊，理想。看起来像个好球，出棒的时候往下掉。